男子于21日6时35分驾驶自小客车行经台61线快速道路南下32.7公里速时，欲从外侧车道驶入内侧车道，陈男因变换车道不当，加上一引车驾驶未注意车前状况，致两车发生碰撞，双方驾驶均未受伤，警方获报到场处理，双方酒测值皆为零，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后厘清。